喜欢心思不单纯的人吗？你猜猜啊。怎么了？手没事吧？去那边坐。你没事往厨房跑干嘛？我渴了，去厨房拿水喝。哎，饮水机在客厅好吧？我拿碗去接饮水机的水。饮水机上面放的就是纸杯，你看不见啊？没看到。你眼睛出气的你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这么早就赶我走？叔叔，我困了，想睡觉。不是，你看我这腿被咬成这样，我回画室也没办法处理。你有没有那个青草膏借我用用？下二楼。那好，我去。我去给你拿。你说，你们这个蚊子怎么就不咬你呀？专盯我一个人啊？可能他更喜欢心思不单纯的人吧。你说的那个他是谁啊？蚊子还是你？蚊子。那你呢？我可没盯你。我问的是，那你喜欢心思不单纯的人吗？这个问题不如你猜猜啊。先回去吧。谢谢你的青草膏。不用谢。那我回去了。回去慢慢猜啊。这个问题你猜猜啊。Someone